好好记啊。我家这帮狗啊，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吃过鸡架。昨天呢，我朋友打电话给他有鲜鸡架，直接去人家那儿拉了一点鲜鸡架，就是化，就是冰给化完了，特别新鲜那种的。来，给我。都吃鸡架？都吃，这一袋。看咱这几个狗能不能吃完啊？走了，走了。我吃掉一个，他出来了。哎，你出来吃，让大家看看你这。你吃完呢？吃完呢？我不能着急给他，我看看你一大块骨，咽了。这家，黑罗吃两个啊，没事，艾米出来吃就行。黑罗已经。耽误了啊！这罗今天吃的快呀！啊，咦，啥意思啊？那个不好吃啊！艾米，哎，你出来吃。他不给你抢，今天他不给你抢，看见没？咱多的是，看看那一大盆子，多的是，不够了，冰箱里还有。这一袋得有100斤左右，不少呢，肉多。哎呀呀呀呀！黑罗没有，艾米嘴快。这样，艾米也吃三个。嗯。别傻。黑罗今天吃的快。嗯。给，你就先这样吧，啊。先让他吃着后面。啊。给多米来。行。艾米聪明，只要鸡架吃一半才出来。围了半天了，给你一个来。吃吧，过来。回来。多米出来吃。多米，给你这个，不要那个了，来。多米，回来。他嘴里有，人家舍不得离开。吃完了。来，他俩吃完了。吃吧，咱往前走。慢点吃。多米吃完了。嗯。呀，黑罗吃的真快，今天。哇。让黑罗多吃一个，多吃一个。再吃一个。哎呦。不吃了啊。多米吃完了。你回来了。回来这次不让你走了都。哎呀。呀。转不过去了还。整个的都从你手边拖过去，人家不咬一口。哎
东西再拿一点啊，行。东米吃完了，叼起了。嗯，东米实际他吃的也不慢，嗯，他就是那啥，就是想老是在里边吃东西。嗯。出来吃啊，不准进去了。能不能够着啊？呀呀呀！你说虎鲸多聪明吧，这家伙！哟哟哟哟！好聪明，这家。
金毛这牙齿也挺厉害啊，扔了两个，没了，剩一个，这个马上也吃完了。宠物狗居然吃鸡架吃的这么厉害，它不牛吃不牛，来给你个，来上了，来，呀，接的挺利索，嗯，行。让虎妞吃吧，着急了。行了，给。几个了？你吃几个了？他吃了，仨了，四个了。还吃啊？你那委屈那样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不乐意了，给呀，他还得吃，不能让他吃那么多了。他肚里边不能让他吃那么多，因为他怀孕了，不能让他吃太多。他吃太快，行，他吃太快，没事，走了，上前面的屋里那几个，再走一圈，再轮一圈，看你俩谁吃啊？我得拿俩，这，别一会儿因为一个鸡架再打起来，他俩。看你都打嗝了，不让吃了，不让吃了，你不用在这骂街，不让你吃、不能让你吃了，给，拉开距离，扔下那一口就跑，还知道这个大。还吃啊？拉开坐着。这会儿乱套了，不知道哪个狗都吃几个了，走吧，吃吧吃吧，嗯吧，这他俩又吃了俩，他俩呢去哪儿了呢、嘎嘣嘎嘣脆，来一个吧，哎，还是往窝里叼。我看你怎么睡觉，你从那儿吃啊、嗯。给你来一个，不给你了。那个，他肯定没吃完。艾拉好爱藏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家伙，人家藏着吃。他要是到生小狗的时候，绝对饿不着。嗯。给那个谁，给多米吧。嗯。来，多米。多米。太多了，今天。太多了啊！呀呀呀！海盗跟拉黑。他俩打不起来，他就是吓唬吓唬。嗯，他吓唬他，他吓唬他，两个性格，一个比一个棒。你俩呢？这个黑罗可以吃，但是这个艾米别让他吃了。试试啊。嗯，试试他俩都吃。对。哎呀，没插门。黑罗这吃相。
剩这几个吧，不能再让他们吃了。嗯。嗯。你也会刮大盆了，啊？好，这一袋倒了一满满一大盆，看这大盆不小吧，是吧？嗯嗯，倒了一大盆。这个为什么用这鸡架骨呢？这个呀，骨头特别软，像他们那种小狗吃了之后也没事，这大狗更不用说了。嗯，这上面有肉，再加上这个骨头，呀呀呀呀，你看看。就放这一盆肉，你们会隔着笼子就能干起来，我看着。不是吧？看，这个地方弄开了，他们。呀。嗯。有拆。一会儿还要加固一下，不行，没电话。都是黑罗他们跳的。这个、嗯。这帮大伙老长时间没有吃鸡架，吃起来你看他那个香劲儿，然后吃起来看听那声音，嘎嘣嘎嘣，特别脆，这种。大家来回走了两圈，你看从这头喂到那头，然后再回来，也忘了每条狗吃几个了。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清楚，如果看清楚可以报下数。但是我感觉现在他们已经吃饱了，剩那几个不能再让他们吃了。话也不多说了，因为我看见这个地方啊已经撞开了，别到时候他俩这个合成一个笼子了，那就麻烦了。赶紧趁这时候坏的没那么厉害，再重新点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